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服务业管理今天的第一讲次。那么，我们今天的助讲老师呢是张倩斐同学。各位同学，大家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单元目标呢，大概呢有四点。首先要谈到的是服务业的意义，还有服务业影响的一些相关的环境因素，以及我们服务业的分类，还有呢服务业活动的一些特性。那在这个单元里面呢，我们最主要是要介绍这个服务业呢它的重要性，还有它的定义，然后呢我们会介绍影响整个服务业的一个环境因素，那么包括了我们政府的政策、经济环境、产业趋势、社会跟文化的一个演变，还有科技发展等等，然后我们介绍整个服务这个性质的一些四个分类，重要的这个分类包含了人身处理、所有物处理、心灵鼓舞的处理，以及呢资讯的处理。最后那么会介绍我们服务活动的一个八点的一个特性，包含了这些顾客参与服务的过程，还有服务的生产和消费呢是同时发生的，以及呢服务产能是随时间而流逝，还有呢顾客在哪里，那么服务地点就会在哪里，还有呢经济规模有限的特性，以及人力密集特性，还有它的无形性以及输出难以衡量的这些特性。好，我们就针对我们今天第一个重点，服务业的意义。那么服务业的重要性啊，始于这个服务业的重要性随着我们时代的一个演进而节节来升高。那么自从服务业的产值占了国内生产毛额 GDP 大概是在1989年达到 50% 以后啊，那么这个比例的就逐年来稳定上升，那么近几年呢、都维持在 68% 左右。其中呢我们这个批发跟零售业、金融跟保险业、不动产跟租赁业、运输仓储及这个通信业，那合占整个服务产值的 60% 左右，那么是最重要的四大民间的服务业。此外呢服务业就业人数呢大概是在618万人，那么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大概有 59%。 那么一个国家随着经济发展，那么它的就业人口呢会从第一级产业，也就是农林渔牧业，那么流向第二级产业，也就是制造业跟建设业，最后我们会流入第三级的产业，就是服务业。那么服务业的定义啊，根据这个行政院主计处，那么把服务业呢分为13类，那等一下我们的表上会显示。那么细心观察这些服务业类别啊，有些共通点并跟这个制造业做一个比较，我们就可以发现制成品呢是由这个天然资源或材料加工，那么装配零组件来组成的。反之呢，我们这个服务呢它是一种透过举动、程序或活动，以便为服务的对象创造价值的一个无形的产品。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助理呢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主计处对服务业的一个分类。主计处对服务业之分类可分为13种：批发及零售业，包含商品经纪业、综合商品之批发与零售业、个别产品之批发与零售业等。运输及仓储业，含陆上、水上、航空仓储业、运输辅助业、仓储业、邮政及快递业等。住宿及餐饮业，含短暂住宿服务业、餐馆业、饮料业、餐饮摊贩业等。资讯及通讯传播业，含出版业、影音录制及出版业、传播及节目播送业、电信业、电脑系统设计服务业、资讯供应服务业等。
金融及保险业，含金融仲介业、保险业、证券期货业等；不动产业，含不动产开发业、不动产经营及相关服务业等；专业科学及技术服务业，含法律及会计服务业、管理顾问业、建筑工程服务业、广告及市场研究业、专门设计服务业、兽医服务业等；支援服务业，含租赁业、就业服务业、旅行业、保全及私家侦探服务业、建筑物及绿化服务业、业务及办公室支援服务业等；公共行政及国防、强制性社会安全（含公共行政及国防、强制性社会安全、国际组织及外国机构等）；服务教育业，含各级学校、特殊教育事业、外语教育、艺术教育、运动及休闲教育、专业管理教育服务业等；医疗保险及社会工作服务业；医院、诊所、居住照护服务业、其他社会工作服务业等；艺术娱乐及休闲服务业，含创作及艺术表演业、图书馆、博物馆、博弈业、运动娱乐及休闲服务业等；其他服务业，含宗教服务业、个人及家庭用品维修业、其他未分类之服务业。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了解了这些的服务业分类以后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如何来影响这些服务业的一些相关的环境因素是什么。这些环境因素呢，会针对不同的这些业别业态的属性呢，有着不同的影响程度。那么一般来讲，我们服务业发展的这些影响的因素，大概可以分为这个政府政策、经济环境、产业趋势、社会跟文化演变，还有呢科技发展等5个项目。那么首先我们来谈一下政府政策。那么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呢，对于台湾以及世界各国企业的影响呢，是全面且深远的。为了落实全球经贸自由化，它所制定的货品的这些多元贸易协定呢，服务业贸易协定、智慧财产权协定、争端解决规则、贸易政策检讨机制等等呢，对于会员来讲都有国际法的一个约束力。那么其中呢，对于整个服务业的发展政策呢，许多国家或地方政在这个整个发展经济的时候呢，会特定透过法令机制来这个进行人员的这个培育、租税奖励等这些手法呢，以扶植某些特定的这些服务业。那么放眼全球啊，香港的金融业、澳门的这个博弈业、泰国的旅游业、新加坡的这海运业、英国的教育产业等等，都有政府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支持跟一个配套的一个措施，那么才能在这个创造举世闻名的一个地位。那接下来我们谈法令规章的影响。那么每一种服务业呢，都有它直接相关的一个法规。那这些法规的精神、它规定的事项、修订的方向等等呢，都会影响到该服务业的发展，还有它品质。那么因此呢，值得我们行销人员来密切来注意。还有呢，就是在经济环境方面，这我们请助理呢来帮我们说明一下。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政策或针对某个产业政策，大致上可分为管制与自由开放两种走向。在管制的政策下，政府对外采取限额或禁止出口、高关税、外人投资限制或金融管制等措施，被高度保护的企业竞争压力小，但也因此容易产生资源浪费、品质不佳、效率低落等问题。至于在自由开放的经济政策下，政府较尊重市场机制，对外降低关税与管制，欢迎国外资金，对内则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等。在这种环境下，企业面对竞争相当大。然而，由于有较断面的机会，企业体质较好，消费者也比较容易享有良好的品质。
再来是经济景气，经济景气有四个阶段：萧条、复苏、繁荣与衰退，也就是所谓的景气循环或商业循环。景气阶段与消费的购买意愿和能力密切相关。在繁荣和复苏阶段，由于消费者收入较高，购买力较强，加上对经济前景乐观，所以比较愿意购买高价或标榜高级的服务。相反的，在衰退与萧条阶段，消费者的购买能力与意愿低落，对价格较敏感，比较容易接受中低价位的服务，并且避免购买非必需或奢侈的服务。三、家庭所得。家庭所得增加会使得消费形态产生变化。家庭所得的增减对于不同需求占总支出的比例有不同的变化。相关服务业者除了应该注意这项趋势，还必须留意所得增加如何影响消费者对服务内涵的要求。好，谢谢。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谈谈整个服务业啊，它这个产业的发展趋势如何？首先第一个呢，它是以服务来提升竞争力。那么越来越多的制造业啊，它已经体认到，只有靠产品品质或技术啊，将难以取胜，而必须要强化它的服务来提升竞争力。那么这项提认呢，会刺激制造业呢对于整个生产服务业的一个要求。那么这些制造业甚至呢将服务呢转化为重要的利润来源，例如宏基从制造资讯产品起家，那么后来渐渐将业务延伸到通路经营，还有电子业的一个服务事业。再来第二个趋势就是加盟体系的兴起。那加盟是相当普遍的零售业经营形态。那么将加盟的体系呢强调标准化的经营运作。例如呢，加盟店的这个内部装潢服务方式或设备用品相当类似一致等等，并且一再呢复制这些成功的经验来加以快速的拓展据点。加盟体系呢，一方面可以增加加盟总部的营收，另一方面呢，则透过其规模经济来降低它的经营成本，维持体系的基本水准。那提供呢教育训练，还有监控整个加盟店的服务品质等等。第三个趋势呢，是策略联盟的一个增加。那么策略联盟是指在互信、互补、互惠的一个基础上呢，有两家或以上的企业呢分享彼此的资源。那么由于绝大多数企业的这些资源有限，那么基于整合别人的资源，比自己开发要来更快、更省钱啊，那么也能够有更大的一个声势。那么策略联盟来自于整个广受这个企业的一个青睐以后呢，整个服务的一个产业自然就慢慢跟进。那么策略联盟让服务业呢得以延伸它的服务项目跟区域，强化竞争力，并促成服务的一个多元化，那么让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第四个趋势，创新经营与管理。创新的思维呢在服务业中蔓延，使得业界内的一个这个传统运作方式常被挑战、颠覆、改写。那因此呢，而造就了这个推陈出新的这些多元化的一个服务。那么由于不创新便死亡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在这个实务界啊广为被接受。那么预计服务创新呢将会成为这个一个产业的一个常规。例如呢，统一超商收费用这个服务，还有这个设置银行自动提款机，推出 iCash 卡等等这些。那接下来我们再谈另外一个趋势，就是社会跟文化的一个演变。那这部分我们请助理帮我们说明一下。人口成长与年龄结构变化，台湾近10余年来的生育率持续下降，人口逐渐老化。相对于2010年、2020年时，全台湾0至19岁人口将减少至100万人，反观65岁以上人口则将增加100万人。形成正负100万的现象，人口成长率影响市场的规模与前景，而年龄层则影响食衣住行娱乐等方面的需求。服务业者在进行长期规划时，应注意这两个要素的演变。二、就业女性增加，由于女性的教育水准提高、工作机会增加，以及担心不足以应付家用等因素。台湾的就业女性逐年增加，这代表女性可支配所得增加，
以及外食人口增加，进而对整个社会的消费方式有重大影响。休闲观念的转变，科技进步与生产力提高，使得人们的工作时间逐渐减少，休闲时间不断增加，加上全面实施周休二日制，刺激更多台湾民众从事户外活动，也为不少服务业创造商机。例如，许多地方政府发展特色旅游，如莺歌陶瓷、三义木雕、古坑咖啡等，文艺气息弥漫。随着经济发展、物质富裕，台湾许多业者与消费者开始追求精神层面的满足感。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许多服务场所，如餐厅、诊所、商店的设计与气氛，开始弥漫浓浓的文艺气息。例如，诚品书局里柔和的灯光、淡淡的咖啡香、高挑的天花板、古典音乐声，加上丰富的藏书与人性化的服务等，让诚品每个角落都沉浸在人文气氛中。好，谢谢。那么接下来呢，讲第五个趋势，就是有关科技发展。那么在科技技术的突破方面呢，因为近几年啊，我们技术的一个突破可以说是比过去一二十年来呢更具一些革命性。那么科技的因素呢，对于服务业产生了难以预期的一个影响。科技的影响主要有以下，那就是说以不同的方法来满足我们消费者的一个需求，那并塑造影响大众的一个生活形态，还有呢带动业界来创新。那比较呢，以优异的产品品质还有它的功能来取代旧有的这些服务，那么创造了全新的一个产业以及高获利的一个机会，那么增进企业管理跟行销的一个效率。第二个呢，就是资讯的科技的进步。那么资讯科技呢，在最近几十年的这个发展也是很重要。那么其中呢，又以网际网络、电信通讯、资料库以及云端技术的发展作为显著。那这些科技呢，将继续改变人类的生活、工作方式以及各行各业的一个经营管理。好，接下来我们来谈谈整个服务的一个分类。服务形态，整个服务的分类呢，最常见的就是服务的活动本质，还有它的服务的对象来做一个区分，由这两个构面来区分整个服务的活动。那么服务活动性质可以分为有形的这个行动，还有无形的一个行动。有形的行动呢，需要借助特定的设备或仪器，例如呢运输服务的一个交通工具、医疗服务的这些诊治的仪器。那这些设备或仪器不但让这个消费者实际感受到服务的一个存在，也会直接影响到服务的品质。那么相反的，无形活动呢，这些行动无形的服务行动呢，会用到的设备或仪器比较少，让人感觉比较不易捉摸。另外呢，整个服务对象来分呢，又可以分为是人还是物品。那如果服务标的是人，那么消费者必须要亲自进入整个服务系统里头才能获得服务。如果它的标的是物品，那么则消费者不需要全程来参与也可以取得服务。那么综合我们上面这两大构面呢，我们依照接受服务对象为人或者是物，那么服务行动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那这样就可以分成四个象限，包含了四种不同的形态。第一个就是人生处理，再来是所有物处理、心灵鼓舞的处理以及资讯处理，这四种不同的服务的一个行动。我们可以从这个表上面呢来看出来，这个接受对象呢，如果是人，那么它是有形的行动，那这是属于人生处理的问题。比如说，乘客运输、健康照护、旅馆住宿、餐饮、理发等等，都属于人生处理。那如果我们接受的是物，那么它是有形行动，这些例子就像货物运输、设备修护、警卫保全、洗衣、加油等等。那如果我们接受服务对象是人，那么它是无形的一个行动，这属于当然就属于我们刚刚讲的心灵鼓舞处理，包含了像艺术娱乐、广播电视、教育宗教、心理治疗等等。那么如果我们
处理对象是物，那么它又是无形的，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资讯处理，包含了会计、银行、保险、法律服务、城市设计等等这些。那这些呢，都是在讲我们这些这个服务的一个行动的分类。接下来呢，我们就一一来说明它的这个内容。那么人身处理呢，这个是指服务业以有形的这个行动呢，针对人身所进行的这些有形活动服务。那么接受服务者呢，必须要出现在整个服务过程当中，那么与服务业能够互动，并且有提供资讯，那么服务才能知道，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一个传递。例如，病人要告知医生自己哪儿不舒服，消费者要告诉这个理发师想要变什么样的发型，因此呢，服务环境如何影响接受服务者呢？来参与他们服务的一个意愿，那接受服务者参与他们的一个方式跟参与的一个程度，例如如何来影响他们对于品质的观感，如何让这些服务人员跟这个接受服务的这些消费者具有良好的一个互动，那么如何来让这个在场其他这些接受服务者都有恰当的一个言语互动等等，这些呢都是服务人员必须要留意之处。那第二个呢是所有物的一个处理，那这是以有形的这些行动来处理服务接受这个拥有的这些实体持有物。那么提供的像是有形的活动，像我们刚刚讲过，像洗衣啊、汽车这个维修啊，这个清洁洗衣啊，还包含废收、这个回收废物处理等等，这些都是物品的一个服务标的。那么相较于人身的处理啊，这类的服务的顾客参与程度就比较低了。那么服务提供者只要在事先这个约定的一个时间内或地点来出现，就能够如期来完成他的服务。那第三类呢，就是心灵鼓舞的处理。那么服务人员将无形行动用于消费者的这个心智、心灵鼓舞的处理方面呢，是属于这个人的心灵的层面，提供一个无形的一个服务，像我们刚刚讲教育心理的治疗，这些管理顾问、娱乐等等。那这种的这个服务啊，需要接受服务者呢投入相当多的一个时间，才能够有所收获。但是呢，接受者不一定要出现在现场，那么只要这个心到即可。那么接受服务者呢，可能会亲临服务现场，也可能透过电视广播或电信来获得服务。但无论有没有这个身在服务场所，消费者都必须要尽心尽力来投入，才能有效来吸收他的这个服务成果。那至于第四类有关资讯处理呢，我们请助理帮我们说明一下。资讯处理服务系针对非实体物所采取的无形活动之服务，也是所有服务中最无形者，如会计、银行、保险、法律、资料传输、资料处理等。这种服务虽然是最无形的，但是传达服务的方式却可有不同选择。这种服务高度依赖专业知识以及资讯的搜集与处理。因此，相关企业如何凸显本身的专业知识与投注精力，以及如何运用资讯科技来传递服务与确保服务品质，是重要的议题。好，那接下来我们谈谈这个服务活动，它具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性？那么，服务最大的特性应该是在输入和资源的一个运用。服务的输入应该是消费者本身，而资源呢，则是管理者呢可以控制的这相关人力跟资本等等。因此呢，服务系统的设计应该要将顾客视为共同的一个生产者。不仅考虑了顾客与服务系统的一个互动，那更要考虑顾客怎么样来参与进去这个服务系统里面，以及可以呢对服务提供什么样的贡献。所以，要更深入来了解服务作业的特性呢，那我们服务作业的特性呢，就要了解一下它有这个8点，我们一一来说明一下。第一个呢是顾客参与服务的过程，因为顾客会出现在服务现场，所以服务环境的设计对顾客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那么对顾客而言呢，服务就是环境
的服务设计的一个亲身体力体验。那么，所以呢，服务设计呢，如果从顾客的观点来设计的话，一定就能够为服务品质来加分哦。即便只是墙壁的一个颜色啊，可能都可以给顾客有个不一样的心情。第二个特性呢，是服务的生产跟消费，它一定要同时发生，因为服务产能没有办法预先储存，所以变动需求就成为服务管理的一大挑战。通常用这个非用餐时间的这个餐厅里面是空荡荡的，但是呢，用餐的时候呢，却又大排长龙，哦，所以整个服务产能的一个管理，设备如何有效的来利用，哦，减少这个设备的闲置时间，就成为整个服务管理很重要的一个课题。而且呢，服务跟消费同时发生，也使得服务难以进行品质的控管，那么无法以传统这些制造业用的检验方式来进行品质的管控。第三个特性呢，服务产能是随时而逝的，那服务产能是易消逝的，飞机的座位没有人坐，空位就消失了，没办法保留给下一班的乘客来乘坐，因为顾客的需求是变动的，所以呢，整个服务产能的充分利用就成为服务管理的一大挑战。顾客对服务的需求通常有一种周期性的行动，有尖峰和离峰的这些变动的这些现象。第四个特性呢，就是顾客在哪里，服务地点就在哪里。顾客跟服务提供人员必须的一些接触，不管是服务人员亲访或者是顾客光临，所以这个服务地点当然是要设在靠近顾客的地方一点。那么交通时间、成本，还有都会影响到我们地点选择的这些经济性。所以呢，设置很多小型的这些服务据点来争取顾客，就变成是常用的一个策略。第五个特性呢，是服务规模有限。那服务活动在本质上呢，难以透过规模经济来达到单位成本降低的这个优势跟好处，所以呢，整个速食店变通的方法，就是在总公司呢先做好了半成品再加工，然后再分送到各个服务的据点，来扩大它的这个规模经济的一个效益。那么有些则是扩大它的服务项目，来争取整个经济范围的一个效益。第六个特性是人力密集，人力是服务组织最重要的资产，对组织的这个影响深远。对于人力流动大的这些服务组织呢，招募是取得薪资是最好的方法，但是呢，对于成长比较缓慢的组织，它就必须要仰赖持续的再训练来获取新的知识。那么对于知识服务组织呢，人力可以的资源或技能落后，这可能会是它的致命伤，尤其是靠专业养成的这些专业服务组织来讲。第七个是无形性，服务是一种观念，一种想法，所以呢，服务的创新是无法取得专利的。要保持服务的一个优势，服务公司必须要快速的超越其他竞争对手，拉大距离。服务的无形性也带给消费者这些一些困难。当消费者选择一项这个服务的之前呢，他是没有办法看到的、摸到的，也没有感受到。所以呢，顾客必须要仰赖服务公司他的声誉，还有其他因素呢的选择，那么来进行他的口碑的宣传。最后一个特性呢，是输出难以衡量，服务的品质呢或绩效不易以单纯的这些输出来评估它的这个是否绩效好、品质好等等，那它不容易来衡量，因为它涉及到了一些很主观的一些因素。那么以上呢，这些呢是我们今天所谈到针对我们服务业的一个概论。那么希望同学们能够好好的思考一下，那么并想回想到，把它应用在你的公司里头，是不是你在你的服务业公司里面呢？有哪些是你可以应用的？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边，谢谢收看，再会。